看见了吗？这个就是我们斧头资本的新概念决胜神器。扔不起，就摸几张牌，再把几张牌决定拿下。如果要是拖把的话，就算留局，然后直接轮到下一队。好吧，这明白了吗？不太明白。啥也明白？就是扔一个，扔到一个数字就摸。就摸几张牌？摸几张牌？对，比如说你扔了二，就摸两张牌，再打两张牌。再打两张？对，打两张干啥呢？打麻将嘛。那我们派出小浩浩出战。小浩浩，剩下二位跟我走。峰哥，峰哥，你往右上角，你就扔。对呀，你这嘴巴开光了。要不考虑考虑来我们这儿啊？不来不来，我管饭。不吃不吃。